Hello， 大家好。曼联呢个系呢个欧霸杯嘅第二场嘅联赛阶段嘅赛事啦，作客呢个葡萄牙嘅波图啊。一个好好嘅开局啊，领先两球，但系就俾对手啊反击呢个三球。好在呢个前队长嘅麦佳亚即系最后呢个喺补时阶段嘅挺身而出啦。頂入一個波，咁啊幫呢個曼聯追成3-3，咁啊大家唔好睇少呢一分啊，即係呢一個比數啊，係幫啊領隊啊聽客咧減咗好多嘅壓力啊，因為近期嗰個表現啦，又係牽涉到個話題，到底領導層對啊聽客嘅忍耐力有幾多咧？咁啊，似乎而家起起跌跌，又翻去好似初初起步嘅時候咁樣。球隊好多嘅問題啦、排陣啦，即係或者有好多時都係唔好彩啦嚇。當阿聽阿想變嘅時候咧，球隊就落後嚇，即係好多嘅失波都係喺好早階段啦，包括咗今場都係啊。呢一場波嘅逼和對手咧，就可以暫時為阿聽阿減一減壓，因為嚟緊呢段時間對於阿聽阿嚟講都應該係。一個考驗期嚟嘅，即係呢幾場啦，我諗10月份咧對阿聽啦係一個好重要嘅月份嚟嘅嚇。咁啊，今場嗰個排陣方面啦嚇，雖然話阿文奴啦，即係上場即係對熱刺嗰場就疑似嘅受傷啦，雖然佢有去到葡萄牙，但係就阿文奴今場就連後備都冇嘅，我諗都比較穩陣少少啦。咁啊，陣容方面就繼續係擺阿門將嘅安娜娜啦。四個後防是不變的，達洛智、馬天尼斯、迪列智和呢個馬沙拉維。中場方面就唔係叫雙核啦，艾力神搭住卡斯美路比較少見啲，因為始終文奴唔出得噶嘛。如果文奴喺度嘅話，聽下都可能首要都係擺阿文奴喺度嘅嚇，咁都可以啊，等佢唞一唞都好嘅。咁卡斯美路都需要一啲嘅作戰嘅狀態啦嚇。前面左邊華舒福。中間就班奴啊、費南迪斯咁啊，翻翻自己嘅家鄉。咁啊，右邊啊迪亞魯啦。其實迪亞魯我就一路都覺得係點樣都可以擺去正選嘅。前面啊海倫啦啊，咁啊今季第一次嘅正選啊，亦都係取代咗之前嘅斯亞斯咧。我諗即係需要呢個輪換嘅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，之前啊海倫咧喺呢個歐洲賽咧，其實佢表現係好好，即係相對喺聯賽裏邊嚇。呢個就係今場曼聯擺出嘅陣容啊。剛才講過了，曼聯一個好好的開始，其實就在開波的7分鐘就華舒福一個自己的努力的回來，即是典型的華舒福的入波，左邊推到去中間一點，不傳波，自己射，有信心的，在7分鐘就為曼聯領先。雖然話呢一球可以有少少獨食，但唔緊要啊。最緊要有信心，因為你作為前鋒唔射波嘅話，就未必有機會入嘅嚇。射就反而有機會。咁呢球入咗波，我哋就唔怪佢獨食啦嚇。因為其實中間都有阿班奴，有其他隊友可以交嘅。咁但係呢一球嘅選擇射就入咗波，就絕對冇問題嘅嚇。咁啊，華舒福喺歐霸杯入咗14球啊，即係好似歐霸杯。是利他多一點，希望即是陸續有來啦。在這個20分鐘呢，曼聯就領先2-0，華舒福交出的助攻，一個漂亮的走位，海倫。雖然即對方的門將有一點擊到，不是擊到，都有一點的即反應，但不要緊，都入到的這個球。華舒福的助攻，海倫的入球，因為海倫今季第一次的正選，亦都係今即係第一個嘅入波啊！即係喺今季。咁啊，不過呢個領先嗰個優勢就唔係維持好耐嘅，27分鐘已經被對手追成1-2啦。跟住34分鐘再失多球，2-2，係啦。頭先講過啦，即係曼聯就好多時候咧，就上下半場咧，好多時候都係呢個唔集中嘅精神啊，好容易就失波。咁啊，正正對手啊，奧莫魯迪恩在呢個50分鐘，即係更衣室出翻嚟到大約5分鐘咧，就為主隊嘅波圖反領先3-2啊！今場嘅故事就係兩個隊長嗰個劇本啦嚇，班奴上場
攞紅牌打甩咗，即係佢申請呢個休息。啊，估唔到英格蘭足總話俾佢推翻喎，唔使停賽。咁呢個當然可能對於調動係好事嚟，但係對於班奴嚟講未必係好事嚟。我哋大家嘅一般嘅意見都希望阿班奴可以休息一下嘅，但係咁啊聯賽唔使休啦。咁啊呢場其實唔關事嘅，呢場嘅歐霸杯係可以出嘅，但可能佢嘅時機唔夠，唯有伸咗只腳。咁但係出咗腳就收唔翻噶啦嘛。結果喺80分鐘就兩黃一紅，啊，即係爭啲變成罪人，因為呢個時候其實啱啱喺。班奴这个两黄一红出场之前，其实曼联就换了一队的正选中间出去，就包括马天尼斯和迪利兹又换了出去的，换入了麦加和伊云斯的。那怎知没多久之后就出现这个两黄一红的事件。那不要紧，在这个补时阶段，麦加亚挺身而出顶入了一个波，麦加亚在最新的英格兰大军里面入选不到的，但是这个波就拯救了球队，也可能拯救了天黑在個深淵裏面拉翻少少出嚟啦，未至於話成個拉出嚟嘅嚇。咁啊，曼聯而家就喺歐霸杯就兩場都和咗啦，和川迪咁啊，呢場和呢個波圖咁啊，暫時就排嘅位置係21位嘅嚇啊。咁呢場波就唔使輸，我諗嗰個鬥志都好緊要嘅嚇。你睇翻其實今場嗰個曼聯嗰個數據咧嚇，上半場其實都有11次攻門，3次中目標，第下半場都有18中5的，全場都有29次攻門，8次中目標。今場的功臣除了是麥加亞之外，我覺得門將的奧拿拿都有幾次的很精彩的撲救。我們現在經常都說，解決了門將奧拿拿的問題之後，原來其他的問題就出現，大家都估不到啊。这场波我觉得是幸运，不是幸运的，只要你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就可能有机会追和了。这个就是今场正正反映出来的那个战况，那个故事出来。也都要多谢麦加亚，这个曾经我们被人唾棄啦，被球迷唾棄的前隊長嚇，默默的耕耘咧，即係好多時候原來是他救了我哋咯嚇。反而而家嘅隊長阿班奴咧，就好似可能真係咁啊，佢下一場可以休息啦嚇，即係下一場嘅歐霸杯聯賽就唔使嘅。我諗佢都需要自己反省一下，到底發生咩事咧嚇？係呢幾場咧那個。自己控制的情緒，其實佢嘅情緒不嬲都有啲問題，即係我哋覺得嚇。咁但係呢兩場連續兩場嘅比賽都攞紅牌嚇，咁啊亦都對於球隊嗰、那個貢獻亦都係冇乜嘅，即係完全係冇咗個作用。到底係咪聽黑嗰個改變個陣式啦等等嗰啲咧，係咪突然間令到佢迷失咗咧嚇？唔知啊，我諗再需要啊。即係呢個教練團啦、聽黑啊，或者係背後嘅團隊啊、嚇領導層啦，或者係班奴自己都可以去揾翻個原因出嚟嚇，到底發生咩事咧嚇？或者係嚟緊嘅比賽俾佢唞一唞，為咗走更遠嘅路，都係未必係壞事嚟嘅嚇嚇。好啦，咁今場都叫做開心嘅，咁啊攞翻一分，至少唔使輸波添。如果係當你領先兩球，咁啊最後倒輸嘅話，咁啊～即係更加難接受啦嚇，好啦，咁啊今場嘅點評就講住咁多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